这几个月的冠状病毒是不是让大家很担心呢？大家应该保持冷静，不免怕。其实啦，新加坡是有足够的食品和日常用品的库存，大家只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去买物件就可以了。只要买你需要用的物件，千万莫囤货。啊，搁有啊，若是无必要的，最好是莫出国。因为你想看卖，你出国，你接触的人就会更加多，安尼呢，你染到病毒的机会就会更加高。那是你伫外国破病啊，你可能袂使返来新加坡，啊，搁有啊，会伫外国咧被隔离，所以你看，偌无方便，咱应该万众一心，共度难关，加油！